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加更版更多精彩内容。起这么早？饿了，饿了，等等，我出去买吃的。哎，星星哥，你没钱啊？怎么说？嗯，我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你洗头了吗？你看看。怎么办？我昨天澡都没洗。我澡也没洗。那你们一般洗头在这儿洗吗？干啥呀？我帮你洗头啊。咱要不出去洗个头？出去洗头？为什么要出去洗头？感觉懒。这青山铺，我正想着开车去，我有钥匙。还，我好像哎，有，但是是那种给你干洗干搓的。哦，干洗啊？这也挺哇，干洗。你搞过干洗吗？你洗头了吗？没搞过。洗头吗？昨晚上洗了。那你看就行了。去。你哎，你看，你看我的房子。都是那个卡布人物是什么来着？那个那个头发让它飞起来了。哇，怎么这么立起来？好丑。我好丑。我天哪。行，那咱哎，那正好，你不然你说你饿了是吧？嗯。我青山铺那边有那个哥哥们之前去那种小的粉店去，就青山那边去吃粉的。那我跟他去洗头那块儿，然后完了就顺便带粉。哦，对，可以，好吧。哦，对，这样子的话就也不用等早餐了，对吧？高压粉，高压粉，小粉。是，你是什么版的？我都可以，都可以，可以，我都可以。你们早，你洗头了吗？没。头疼吗？I look like a piece of shit。你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哦，我还没刷牙呢，那我去刷个牙。啊，走，走。你穿这个衣服去。啊。这不是睡衣吗？啊。我感觉就这样吧。可以。万能的睡衣。懒得换了，主要是。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哎。你看好了，对，我来赶紧的，这速度加快，好 ，OK， 加油，帮我拿一下。你们好了，那我就不用跟你去了，等你们饭啊。可以，快点，真的饿了，加个蛋啊。OK， 加蛋啊。好，加蛋啊，没问题。开车带衣服去洗头。我们要买多少份来着？十份啊。OK， 有人要吃两份的，那就你开吧。我开嘛。你看。解锁是哪个？你认真的吗？右脚是油门嘛，对吧？上车！你自己去洗。不，你要你看这边别洗了。开玩笑的。这安全带安不安全？这。你开什么玩笑？你看不出来我已经是一个换了10年的驾照的老司机了吧 ？Let's go。开车带衣服去洗头。等会儿。哦。哇。那缩粉的。方龙发屋是吧？缩粉的在这里。哇，
往近啊，那我们车停哪？你可以停到粉店，我觉得。直接开到早餐店里面得了。王月行，一会儿来买粉啊！啊，哎呦，这十个碗就是给我准备的啊，十个碗啊，我们哎呀，等会儿正好要十碗。我这今天什么码子啊？这是梅干菜，梅干菜，猪肉，辣椒炒肉，酸辣鸡杂，爆炒猪肝，酸辣角炒豆子肉泥。好，要的要的，要的吧。那、我先去对面洗个头。可以。嗯、好，你这边反正快。好，一会儿见。拜拜。哦，流星发舞啊，我。哦，这看着好高级啊！天哪，流星发舞，一会儿洗完我们吹个这个头发哈，接个假发。你是不是故意的？啊？其实我跟老板已经对接好了，对吧？要给你整个头。老板好，老板好。是不是要剪头发呀？对，现在那个弟弟他说他想洗头，还想体验一下我们青山铺当地的特色。对，好的。哥哥带我过来洗头，开车带衣服去洗头，所以说想感受一下咱们这儿的特色。那你先洗了，行，我安排粉，好不好？行，你安排粉，那我先洗，好。洗头还没有？他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我就分开吧。吃个什么？这样的我就五碗粉，五碗面，打包带走。这五个码子，每个搞两份。每个搞两份。就是一碗粉，一碗面，一碗粉，一碗面，我回去让他们选，好吧？好，可以，好的。快点，真的饿了，加个蛋啊！你这煎蛋还剩几个？煎蛋应该十来个有吧。OK， 那就是每人加一个。对。行，稍等一下。看看这个骨头汤，哎呀，太漂亮了。太漂亮吗？来。文平，你自己放码子行吗？可以。想吃什么放什么。没问题。梅干菜、辣椒炒肉、鸡杂，哎呀，这个好。等一下，我桃园觉得，你有什么想法？想搞双马。有个想法，想搞双马，可以啊。押上韵了，你自己搞。这搞豪华点啊！哥哥们都喜欢吃辣椒炒肉。我给你收了啊。没关系。香哇！我刚下面看了好多那个，不是它下面好多种，它有好的，聊聊，但是我不懂，所以我就老挑不对。是我刚看了半天，想随便尝试一个。黄子，哎，走啊！你洗好了没有？等你啊。No， 我不洗了，我赶紧我们回去送粉啊。哎，你不洗了？对，我赶紧回去把面坨了。啊，行 ，Let's go。哇，这么丰盛。必须的。
好放吗？放后面吧。拜拜，拜拜，下次见。火速回去给这个兄弟们带吃的，不然大家都饿吐了。对，舒服多了啊，巨舒服。神清气爽。长沙这边老下雨，老下雨啊、哦。然后，但是我们每次到就出太阳，就出太阳，到了太阳就出来了。来太阳都好奇哥哥们到底关系有多好，就得出来看一看。真的，还录两季了，好就下过一次，那是真的好。欢迎后面回家。后面吃饭了，家人们。有粉有面，我不知道大家吃粉吃面，就五碗粉五碗面，我都可以。来吧，哥们，吃饭了，吃饭了，来吧，面要坨了。我要吃扁粉。今天早上谁打歌了吗？啊，他没起来，没写完，黄子的写了，我没写，凯凯的写了，你没写是吧？我没写。哦，对，你说我起来写，因为黄子现在不是黑了吗？他昨天他的粉底这儿有两行泪，我说你是不是哭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我没哭，两行泪，我打哈欠流泪的。哎，他这有两行泪，就是到这儿。他经常他老这样，有时候看着窗外吧，他打哈欠就流泪了。看着窗外吧，他打哈欠就流泪了。嗯，感性啊，不是沙眼吧？我那是干眼症啊，干眼症，戴隐形眼镜戴的，老戴隐形眼镜，一激动就容易干眼啊。这快吃吧，你这酸味都已经不行。哎呦，听说有粉说喽。哎呀，表哥，哎，粉面，看着吃粉还是面？开说，快说。粉还是面？有面有粉，肯定是粉啊。来长沙不嗦粉？那就整粉。圆圆，粉吃，要是吃不完的话，你可以给我一筷子。我说来，你来一点，放盘里就行。你自己弄。你弄完嘛，你挑到碗里，你挑到你的碗里，你吃到的盘里有点过度啊。不是，我在这儿过度，就放那儿就爽了。哦哦，对，我嗓子都哑了。哎。我们刚才我跟小齐，我们俩喝醋比赛。哦，喝醋比赛，你有病啊？没病，我们会成为朋友吗？你说的也有道理。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病友。哎呀，没给钱呢？你没给钱？啊？没人让你理了个发呀？没，就洗了。让导演组去了，给你拍个二维码，给你自己付。你去洗胃了？对不起，洗了个胃去。洗了个胃啊！导演组刚没给钱呢。你忘了哈？我来了。吃，开炫，要不要凉了？干球去。篮球？干球去。躺下了吧，对吧？这粉是不是很绝？好辣，这个质感，哎呀，太好了！最重要，真的是原材料，都不是做法。啊，这个原材料很好吗？嗯，丢丢在村子里买的吗？嗯，真的，村子里想想，很多面啊、粉啊，都是刚挤出来或刚手工搞出来。这么下饭的东西，
辣呀。你不是四川人吗？嗯，还怕辣？但我的吃辣能力已经退化了很严重了。嗯，以前以为吃辣椒会长痘，后来发现吃辣椒更通透。哎，王子，嗯，你留点，还有几个人的。我还以为是还有其他板子。没，就这一块板，这块板是我。有那个黑板擦吗？它甚至就在这儿。哦，我甚至就是瞎，你的刘海它是遮眼睛。刘海遮住的是少年的梦。遮住的是少年的梦。再留一个给阿婆吧。来，充个电，充个电，充个电。圆，哎，新歌写上来。哎呀，今天资源位要抢占呀、啊！是啊，你看看，无意占用公共资源，但是确实是该到时候了。没事，这还有两个位置。哇，这么多人啊！今天这个公共位，你现在这个资源位开始抢手了。你看看，就是，哎，你的歌名长吗？不长。叫啥？可以不是你。哦，那可以不？我先阿普的歌名长吗？我下次再打，这次留给他们。给年轻人一个舞台。阿普，你哥名字长吗？不长。那你上来写一下。阿普，把你的歌写在这。哇、哦，要打的歌。想一想，想打哪一首？你也可以跳，在那儿上面跳。对。哎，好看。在上面跳。那个木兰木。你别就是缩手缩脚的也好看。缩手缩脚的，站腰杆都站不直啊！就是。对。嗯，这爱看。你以为大家现在喜欢看正经吗？正经就好了。你正经舞台大家看过了。正经懂了，可以。哎，你正经舞台大家看过了，就再有点这种不正经的方向。你想打哪一首？想一想嘛，想一想，回去躺会儿吧。思考一下。躺下了。吃完饭躺着是最幸福的事情。啊、哦，可以。我刚才去店里洗了个头，然后忘给钱了。我找节目组说要一下老板的付款码，我现在把钱给人转过去。你这个声带太裂开了，你。它裂开了，就裂开了。声带长什么样？你看过吗？看过，看过哈。它这样子嘛，对吧？就是。是这样。啊，它有一个闭合的力量。怎么感觉到闭合的力量呢？咳嗽。你咳的那一下。嗯，这是闭合的力量，好一些，嗯，好一些。哎，对，对，哎，好一些，哎，好很多。哎，别这场又赢了吧。Hard to say, man. 就七分了哈。嗯哼。但是那个欧文不是四犯了吗？六分是最下场。啊，是。走，我们下午去感受一下青山瀑的瀑气。大沙里咖啡书屋。啊，这里面装修环境也很好。哇，对着个小湖。哇，全是你们的照片。在这里仿佛我们没有离开那个房间，是不是又是到了另外一个我们的房间里面？对对对，这是你们的附属基地。哎，来，整一把踢一把来，两个人二 v 二的，你们往那边这边的、哦，我是后卫哈。你们将加后卫，我前锋加。哎，你们将加后卫。对对对，我是后卫。OK， 哇，你这合理，我就说每次自己玩的时候特别恼火。后卫在，喂，后卫有点，对，有点后卫，
后卫，后卫，对，来吧，哎，没停住。好球，不怕，我再来一手精准发球。我，OK。后卫，后卫，给我。来看看 ，nice。哎呦，这一球，这一球，凌空球挡住，直接挡住，直接挡住，好。哎。哎，大力出，大力出，大力出奇迹，1-0了，1-0。苏乐的发球，苏乐的发球，苏乐发球，来来来，好球，停住，好球，停住，准备射，射门，做漂亮，住，哎，停住，我的中锋还是可以的，中锋可以，防止抓一个概率是吧？对，一个概率，主打一个乱，超能力足球，旋风球。赛点了，兄弟，来来，实在发球了，爆炸撕裂下坠哦，已经开球给他推进去，爆炸撕裂，哎，怎么，走了走了走了，哎哎哎，爆炸撕裂下坠，爆炸撕裂下坠，两个大球都没中啊，他都永动机了，都是。哎，好，爆炸，爆炸，射手传中，爆炸，射手传中，嘿，这个把手掉了，爆炸球鞋掉了，一分，可以来2-1是吧？来，我们发球了，2-1还是紧张的，很焦灼哈，哎，无球，都好好停，好好停，哎呦漂亮，爆炸式，哎呦差一点，哎呦差一点。哎出界就发了个边线球，可以。哎，完了，晚不了点儿。后卫，哎，一手中场高调。Game！ 再见。就是强，哎，哇，再见，爆射！那你看看，巨猛。刷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小游戏，大家想不想玩一下？可以啊。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叫做原地踏步不能动。你蒙上眼睛，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原地踏步，只要没有动就可以赢得一张在这里的免费的咖啡卡。你用多久？一杯咖啡。你想的是你想的是月卡是或者年卡，这杯卡，杯卡。OK， 杯卡。如果没有踏出的话，就获得一个杯卡。然后如果踏出了，获得一个书卡。如果踏出了之后，就要在这办一张年卡。如果说，你先给我个蛋挞吧，好，来吧，来吧，要不我先试试。来，啊，期待。这么大，看起来很简单吧？挺难的，其实相当难，我告诉你，我的鞋就已经这么大了。谁让你穿那么鞋？你可以光脚啊！哎，光脚昨天的脚丫板的感觉了，又回来了。啊！那我先来吧，你来。没事，君子游戏自觉闭上就行。对对，自觉闭上。我先来的话，我就给自己打一下歌了。哇，一分钟就行了，一个主歌副歌。嗯 ，OK。在家里躲雨，哇，你还挺稳呢、啊、哎，稳真的稳。等一会儿，我好像离远远的这个声音近了。是吗？等一会儿。真的假的？是吗？哎，是吗？哎，越来越近了。虎子，哎，虎子你碰到我。
可以了吧？差不多了吧？可以。Open up your eyes。其实已经很稳了。哎，我其实还可以。胡哥出圈了，出圈了，出圈了。这首歌出圈了，出圈了，出圈了。寓意很好，可以出圈。这个寓意比啥都好。OK， 下一个谁要？来吧，来吧，下一个谁来？来来，大学。我来，凯凯。好，来了。那我用你的歌行吗？啊，我用你的歌行吗？你打你的歌，打自己的歌。我不是。你什么不是？我放我自己的歌，我会不是。那个运动员进行曲吧。好，来了。等是吧？五六七折。你这个节奏感，节奏不好。你来点节奏行不行？节奏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稳啊！我完了，我开始往前走了。哎，一点没动。哇哦，哎呦，还有一些自我反省的意思，自我调节。Interesting。哦，我知道他战术了，他感觉就往前几步，再往后几步，感觉这种。但是左右他不一定知道。Lay back. 二一停，好。哎，很厉害。你就在圈的边缘，圈的边缘，同时也出圈了。出圈了，好事。你前面已经很厉害，你前面走出去，然后又退回来，然后又走出去又退回来的过程。来，下一个挑战的哪位？来，很难，就运动员进行。OK， 三二一，走。当当当当，有病吧？重新来，刚刚效果，三二一，走。自己看，在学校就当过护旗手啊，这个。哒哒哒哒当当哒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啷不啦当嘣当当哒啷当当当当当哒啷当。闭眼了吗？他闭了，我在侧面能看见。这也太稳了吧！哎，不愧是齐呀、啊，真的齐呀、啊，走的。小齐是太齐了。三二一，停。也出圈了，还是出了，得出圈，防不住。关键是小齐一直走得很正啊。就是一步步走的，他走得很正，又正又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儿。哎，来，下一个挑战的哪位？来，这个好，总是快歌要可以。这难了啊，快歌啊！阿普的新歌《宇宙情歌》，看《宇宙情歌》能出圈吧？他的身体跟脑子是完全两个频率，对不对？没错，他的脑子在很严密的逻辑的在思考着一个东西，他的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在，没错，哎，好，来了，跳远，忍不住了，哎呦，来。来了，管他呢，哎呦，你看看，单脚起跳了，这一跳就出圈了，你看，哎呦，恭喜宇宙新歌大出圈，出圈了，哇，现在搞得谁不出圈谁对你看看，哎，真的是，我待会儿就在中间跳月光闪，我跟你说，没事，我说了，如果不出圈就表达出来自己还会坚定的留在娱乐圈就行了。对，谢，啊，打哪首，那我搜一个看看第一首歌是什么？第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可以。
来来，这就是出圈的舞台，出圈。这是出圈的舞台，我哭了，又哭了。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走起。嘿呦。哎呀，这小碎步走的一步一步的踏下了春晚的舞台，开始奏碎。哎呀哎呀，动作还记得，哎呀，动作还记得，刚才腿啊，哥你腿抬高点就可以了。哎，挺好的，挺好的，对，抬高就好了。哎呀哎呀，还记得动作吗？五六七大八十个。哎这歌本来就已经出圈了。Alan， 你要搜哪个？没有，我自己有。Oh, OK， 新发的《做你的星光》。那这个歌是不是慢啊？没事儿，我看看你用这个慢版的歌曲怎么来走啊？哎呦，有战术的，他是有办法的。哦，哦，啊，内八，要抬腿哦，要抬腿，要抬腿哦。你不能点地哦，会抬的，从主歌开始到副歌一遍就啊 ，OK。如果生命是场梦境，随风逐影，抬腿，你得抬腿。何必呢，艾伦？想过了，上去。嗯。你还不如叫你。不要看他丑不丑，他主要就是一个双脚之间的相互依靠，好吧？是是是，挺依靠的。你要不是这么走的话，你都还能在原地。带走都要亲到路虎的脸上了。哎，我觉得为什么整个这个咖啡厅都在移动呢？都移动了一个角度，45度了。别移了。对，老板怎么抱着咖啡机到处跑哦？谁在移动这片大地？青山部停止移动。停！滚！崩塌了，你看崩了吧？错在哪儿了？我要看回放。理论上它是可行的，只是我眼睛一闭的时候站不稳，真的站不稳。好，恭喜 Alan 新歌《做你的星光》出圈了！哎呀，谢谢大家！旋转出圈，旋转出圈！来来来来来，下一个挑战的哪位？月光闪，月光闪，月光闪啊！哎呀，哎呀，可以可以。感觉这首歌很容易出圈啊，是吗？出现了吗？我感觉啥，是不是得往这边来？他在纠结，是吧？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出圈？哎，哇哇哇，稳不稳？哇，他把这个圈给踏平了，已经。哎。哦，哎，在这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在这儿？哇！你把这个圈踏平了！哇！你
把这首歌永远的留在了娱乐圈内，死的不动，肺活的完全不动，你把它跳出去了，谁要？真假的？真的。所以说你想出圈就出圈，而且我觉得主要是你全程动作如此潇洒的最后在圈内，想想上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傻子真的是。厉害！没想到啊，我以为月光闪永远留在了这个榜上。对对对。好，下一个亮哥，来，就快点。呀，亮哥的新歌一起跳，六七走。哎呦，闻到。我协调就不太好。亮哥，你现在已经第二宫了。就是你这个舞跳完之后，可能会流失一批 P 哥的观众啊。没有，我的真的是那个，就是闭上眼平衡了。差点那个。即将要出圈，你看看这首歌。亮哥，你这个踩在线上，我大概觉得就是这个成团夜的名字可能就是杠杠。没有了。哎呀，我真的一闭眼睛，我那腿就会软。肯定啊，大家都是这样的，但你已经很稳了。好，接下来是皇子的新歌，称为。好。称为。好，来，一二三 ，Go。double 速度，他这个 double 也不对，这太快了。火光瞬间，这片荒原染红天空。我给他制造点难度。环绕，哦，立体声环绕啊。三 D 空间。王子的身体果然发生了偏转，一下就稳住了。有你这样的义父真的是。由于王栎鑫的公转导致了王子的自转。想想办法吧，爸爸。这不是想办法了吗？你看，他就像一颗恒星，他就像一颗卫星。卫星在不停的旋转，恒星也在慢慢的自转。这两个人，一恒星，一卫星，一父一子。他们两个之间是星球引力的互相吸引，也是两人感情的互相吸引。好了，结束了，结束了。也是踩线了，双脚踩到了一根线，一线歌手，一线歌手，哎呦，一线歌手，牛，哇，一线歌手厉害，啊，今天反正不是出圈歌手就是一线歌手，然后稍微找一点扭，就是说你看这种前进的道路虽然有一些崎岖，对不对？有一些波澜，你看，但是还是稳住了，是吧？这个游戏真的是。说明大家的嘴什么都能搬回来。看似挑战的是所谓的原地踏步，其实考验的是所有人的嘴。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快乐老友记话题讨论，和厚米团一起分享节目观后感。
上微博搜索快乐老友记，解锁更多惊喜互动和嘉宾动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